各位大家好，你们正在看到的是高伟伟伟伟到来，我是高伟伟。现在呢，我是在麻州叫 Massachusetts。哎，看看这是什么？真枪哦，这个是镶金的，很重哎。那我们今天呢是聊一下，在我们麻州第一个可以开枪店的华人。麻州第一家，华人第一家开枪店。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你想开枪店呢？就是想把一是自己可以自己玩，二的话是可以把枪，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卖给华人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主要是说 educate 我们华人的一个过程。因为我想华人对枪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，有个更好的认知。对，因为大家其实因为我们对枪不了解，所以我们害怕，所以我们对它的认知是不全面的。像这么说的，我就爱玩，对吧？你们说的，我们首先我们自己爱好，我们自己想玩。库存里面呢？库存里面还真没有，全部卖出去了。现在的话，没库存。就是你定啥就卖啥。对，你们定啥？有人想定什么，我们就来。零库存。那咱枪面也还有一些摆设的。没有，全卖完了。为什么这段时间枪那么好卖啊？华人可能觉醒了，对自己的安全感。对，这疫情被护理是。对对对，大家就开始有这个意识去保护自己。对，已经黑体怎么看呀？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太不团结了，自己不争气，跟别人没关系。这是真的。对，因为我觉得真的不是别人欺负咱们，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己太好欺负了。你被欺负的时候你不出声，你不为自己争取你自己的权益，对吧？那人家觉得就会，那你就是好欺负。第一次欺负了以后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没有反抗。”对啊，第二次用来他就会欺负你，对吧？还有中国人就是窝里斗，胆小怕事。对对，你们还知道那次那个什么吗？就是韩国人拿起枪保护自己的。92年，对呀，那个事情很著名。LA。那我们对枪其实不了解，不像美国白人，他们是世世代代的，爷爷就有枪，爸爸有枪，孙子有枪，他们是一直有枪，所以他们对枪其实很了解。他们从小就是说不好听，玩枪长大的，所以他们对枪了解。那我们中国人对这个是不了解的，而且很多人其实我说出来，其实大家都是害怕的，并且抵触的。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这个必要，因为有人可以把它当 sports， 有人可以把它当爱好，这个你是没有必要去抵触的，对吧？那我现在想法。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说是替中国人去了解这方面，我们如何去做到，就是说让我们自己去硬起我们自己的这个底气了？因为真的我自己买了枪以后，我自己能感觉到是底气是有的，因为我现在不害怕，就是说你们有枪，我们也有枪，对，而且你的枪还不如我的枪，我的枪还比你的多，对吧？所以谁怕谁？真的，当时这个就是黑人就是这种去他们去闹事的时候，我就说我不怕，你们来好了，我不怕你们。对，其实我觉得确实是有必要的。当时其实想法就这么简单。你觉得有枪给你带来什么好处？你觉得华人是不是都要拥有枪啊？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感觉，就是有了枪以后的话，确实会有不一样的，就心里面会有变化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心里面会有想法，就是说我不会再害怕谁，因为我现在也有枪了。那如果你要是敢欺负到我们的头上来，你敢欺负我的家里面人，你敢去欺负我的 family， 对吧？那这个时候我也会用我自己的枪，然后来去保卫我自己的家。我觉得中国人需要对枪有个更就是明确的一个认识。当然了，大家就是说有人去反感他，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对他不了解。那如果大家对他了解的话，他其实是很他可以是个非常好的一个 sports。 对，平常的话你去射击，然后其实是很放松的。开枪店赚钱吗？开枪店开枪店不赚钱。对，开枪店不赚钱，真的不是，真的不是，真的加一口气。手中有枪，心中不慌。观众朋友们，看了今天的关于枪的内容，你怎么想呢？欢迎给我们点赞、留言，特别是转发。今天的娓娓道来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高娓娓，娓娓道来。